反正我现在知道那股车的，就是崇拜上鬼，你们爱信不信。それは違うぞ。我守卫呀、啊，真的。それは違うよ。我现在就给白富盾吧。船员万岁！我是影子。我想想，用女巫吧。哦，不容易呀、啊，要我女巫。全部的麦，影子大哥，这是全部的麦。全部的麦，那我不暴露了吗？啊！这谁在这跳管道啊？刚才红色。呸呸呸！不该说的话就别说了。红色。等等。Wait a minute。那个人有问题。棕色不去修灯，去里面是什么意思？看来队友也得手了。反正是灯下黑。影子大哥刀人跳管道了，我是小丑。What？ 哪有小丑站船员那边的 ？What the？ 来了，影子大哥。小丑的话也能信啊？我觉得啊，这把可以出个紫啊，紫色我看他不对劲啊。然后我有修盾。同意。他都承认是小丑了，不乱指吗？然后那个紫色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啊。我是往仓库那边走，他一直在那个仓库加油那儿，但是当时灯不是灭了吗？他为什么不去修灯呢？我是两个情报员，讲的美，我才是情报员。不是两个情报员，你看了没？你也是，我们三个开了一个，那应该是绿色，因为我有自证嘛。等一下，为了打消大家对我的怀疑，我最好也垒一个神之身份。一只绿青是情报员，黄老兵，紫色八成是恶魔，只有粉色保持沉默，身份不明。现在还剩守卫医生和警长，没人领。粉色是什么身份？原来如此。粉色不报身份，要么怕被刀，要么想刀人。推测不是医生就是警长，那我领守卫好了。哎，我也报身份吧，我守卫啊，我守卫。啊，那行，守卫先不要乱给盾啊，免得 啊被招是吧？绿色，你为什么要把青色刀掉？哇，出绿色，不是绿色就是我，太可恶了！那投绿色吧，都一换一了都。我的妈，给你字！反正我现在知道那股车的，就是崇拜上鬼，你们爱信不信。それは違うぞ。我守卫呀、啊，真的。それは違うよ。我现在就给白富盾吧。我这样，我是真心。哦，那也行。拉倒了，绿色，你明显是被招了。上轮紫色显示被淘汰，他铁恶魔，你还跟小丑一块投弃票？それは違うよ。こんな世界は。这绿色现在才说有倒垃圾，可以直接票他了。先投啊，投绿，投绿，投绿。OK。下轮我要控制个人，我想。我丢，影子我丢。别控制。但是 CD 太长了，有可能会输呀。人都跑哪去了？原来了，红色。行啊，还跳管道啊？没人来修吗？来了来了。别刀，完了，我忘了黄色是老兵了呀。不是，我好像掉你身上了，白色。那我换粉色吧。爆了。